小姐叫你吃，护士小姐叫你吃药，你就要吃哦，你这样子才会赶快回家，好不好？你不讲好，你好，呀、啊，哎，医生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都会讲。好，你讲好，你叫什么名好，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陈志明。很清楚，对对对，哇，哎，你赶快来听我妈妈讲她的名字，好棒啊！哎，再讲一次，再问一次，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快点给小姐说，快点，快点，叫什么名字？给你拍拍手，快，嗯，叫什么名字？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快，你们再讲一次，我讲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一个吃饭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妈，你再讲一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快。奶奶，你又不讲话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看到我太紧张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看到你紧张。你有自知之明哦。哇，你再讲一次，你再讲一次。很清楚哦。嗯，好清楚啊，又大声又好。嗯。哎，你再多讲几次就可以回家了啦，就不必在这里搞。嗯。嘿。大声也无要紧，你好去大声。嗯，这样拍真的好好。对呀。来，赶快讲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妈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叫什么名字？看，来啦。摄影机照着他，他讲不出来。要先一个讲出来。你头个问伊就冲口而出吼，要向我讲出来就好。你若许，咱比如讲，咱老岁仔人讲袂明的人，甲啥物人讲会共，甲大姊的人共款。向大姊的人哦，你向向甲问伊的，一下提出来。啊，你若不敢问，第二快了吧？第二快了，是不是？第二快了，对对对。来来来，吃吧。嗯。慢慢吃 啊！不对哦，第一块哦，第一块的最后，你们一起打扰他，让他死，永远在这里。没有，我们要给他机会教育。我们说，我们妈妈有生养，所以明天可以出院。嗯。他本来就是啊，哪有骗他？承认。